最新单曲就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等一下，我还在等待你回答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君，然后在这里呢，谢谢各粉丝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君。我的就是最新单曲就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所以我在这里唱给大家听。难道爱有这么难？怎样？最后被开一枪，我想与现实你说爱情只是一场游戏，几个破命运我守为你，什么都能失去的他牵手回家，而我还在等待你回答，错过你也错过我，大家好，我是邱君，然后在这里呢，谢谢各粉丝的支持。那大家有看到我后面是小巨蛋，是可能是没有可能把可能拿掉，就是将来呢会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。一月十九呢，我会推出我全新的 EP《爱不爱我》，然后会上各大串流平台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锁定，然后也会有 MV， 大家都可以去看。然后二月呢也会出全新专辑，希望大家支持，谢谢。